曼丽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样，惊喜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们这儿有比赛？有密探是吧？就这点小事还要密探？曼先生，看看，我就想看看我们学校当年那个赫赫有名的篮球小子，现在球技怎么样？原来你是来看我笑话的。我来给你加油。行，那你就在边上给我好好加油吧。那是。天明，林总，曼丽，这是林总。哎，林总好。 你好，我是天明的女朋友，我叫曼丽。天明，有眼光，好好的。好，那我们过去了。哎，这个不错。对啊，我昨天看了就是这儿，上回拍了两张还不错，快快。真的不用我陪你去啊？不用，你就在这儿转转什么的，半小时我出来了。那你自己小心点，别让人发现了啊。我走了啊。 不简单点吧？嗯，挺好。哎，怎么还那么多汗？累坏了吧？哎，擦一擦，赶快擦擦。那自己了。林总，天明。 Thank you.
林总，咱们回公司吧。你回去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那我送你。 林总，您真的没事吗？没事，我想走了。我妈一直按我的生日过，可是按过的。我的生日是5月20号。 你是5月20号，是啊。谭花林18号文件。谭花林18号文件。对，林总，我在谭花林生活了20多年。 可以说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喂。 喂，雨洁，是你吗？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，雨洁，到底怎么了？快说话呀！玲玲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我想要的情况，我看见了。 我真的看见了，喂，佩玲，佩玲，你在听吗？我没有想到，老天让他在我身边这么长时间了。你知道吗？他站在我面前。 叫我林总，林总，我都希望他叫我爸爸。玉洁，等着我，我马上订机票回国。 你瘦了，这次你真的很确定吗？你告诉我，他在公司顺心吗？他长得像谁？像你还是像我？他个子高吗？性格怎么样啊？爱说话吗？哎，他有女朋友了吗？ 玲，这些事情应该留着你自己慢慢去了解。哎呀，玉洁，我第一次这么羡慕你，我甚至有点嫉妒你。你跟儿子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有了一定的感情了，不像我，突然就冒出来了。哎，玉洁，他会不会不认我这个妈妈呀？ 个性非常强。我的儿子吧，个性一定会强的。哎，他现在在公司做什么？你快点多跟我说说他的情况啊！儿子叫钟天明，非常优秀，现在在谭华林改建项目组，长得像你。真的。
消息要宣布。什么事啊？林总远在美国的夫人啊，不是前林总夫人，就要来公司视察了。既然是前夫人，已经和林总没什么关系了。这你可就不懂了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再说了，他们一个没有娶，一个又没有再嫁，复合也不是不可能的。依我看呢，前林总夫人那一定是长得高贵优雅。哎，肯定差不离。哎，对了，听说啊，他暂时不回美国了，可能要在人力部待一段时间。人力部？那可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呀。我真没想到会这么快就找到儿子。当我听说以后，我整天整夜睡不着觉，我会常常做同一个梦，梦到我们的儿子就站在我的面前叫我妈妈。当我伸手抓他的时候，他突然变成一个小婴儿，我要去抱他，他突然又消失了。你不知道，在我等签证的时候，我恨不得一下子飞到你们身边，能尽快地见到我们的儿子。玉洁啊，我们现在就去公司好吗？漂亮，公司已经下班了，而且天明也回家了，明天好吗？那明天一大早就去。我还听说呀，这位钱夫人处女座。完了完了，处女座是最讨厌脏乱差的。你看我这乱得跟猪窝一样，我赶快收拾收拾吧。还是你有觉悟呀。哎，对，我还有一份绝密的情报。今天开大会，要被提升了，就等着请客吧。我这可纯粹是小道消息，就只能透露到这里了。开会的时候自然跟你分享了。佩玲，有个事情我要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情？他的养母潘娇娇，这二十多年来他含辛茹苦把天明抚养大，很不容易，我很尊重他。我也很尊重他，我也很感激他。他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真的挺不容易的，我一定会报答他的。佩玲，潘娇娇前段时间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，如果我们现在把孩子从她身边领走，我担心会伤害到她，所以这件事情不能着急。玉洁，你的意思是我现在还不能认咱们的儿子了？是。佩玲，这件事情听我的，相信我，我会处理好的，好吗？谢谢。各位，这位是从美国回来的黄佩玲女士。黄女士在美国的一所大学任教，这次回国加入我们天齐集团，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新的理念。让我们用掌声欢迎黄女士。各位，黄佩玲女士担任我们天齐公司人力部经理，
希望各位一如既往的支持人力部的工作，谢谢。我比大家都年长，以后希望大家都叫我佩玲姐。好，大家都忙吧，啊。佩玲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会吓着孩子，知道吗？